立院现场好吗？那韩国瑜呢去拜会了这个柯建铭哦，终于柯建铭露出了笑脸啊，他准备要领立法院长的当选证书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场。领到证书了，韩院长呢？今天韩国瑜呢，54票当选了立法院长。那刚才也传出一个消息哦，那落榜的游锡堃呢，跟他说拜拜，他也真的要拜嘞。刚刚收到最新消息，据说他年底会请辞立委，应该是在农历年前吗？明天起哦，明天起要请辞立委了。这是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，没有办法连任立法院长的游锡堃，大家真的要跟他说拜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韩院长好。